8月18日晚，为甘肃会宁县贫困学子募捐助学金慈善晚会在广州文化假日酒店举行。本次活动特邀著名全国劳动模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女士现场发表慈善演说。活动所筹善款90%捐给会宁县383名特困大学新生，10%捐给中山大学哲学系贫困学生。慈善活动现场感人肺腑。